呢一条咧就要化简呢个分数，就将个答案咧全部以正指数表示。第一步啦，就系将个负二次方咧乘入去啦，变咗做 m 嘅负六次方 ，c 嘅负二次方，然后分母就 m 嘅十九次方啦。咁下一步啦，就系将呢个负六次方搬去下边变咗正六次方。然后啦，将 c 嘅负二次方又搬落下边咗正二次方啦。咁将上面嘅嘢搬晒落去之后，剩翻个分子补翻个一俾佢。然后啦，就运算啦 ，m 嘅六次方乘 m 嘅十九次方咧，就出翻 m 嘅廿五次方。写喺下边。另外 c 嘅二次方照写喺下边。嗱，咁就叫做完噶啦。